啊，有了，再补了，有没有？卸货中，好了。那接下来我们要把车开回码头领薪水。好嘞，那接下来我要去帮店补货了，好不好？那我先加个油。天若有情啊，如果天有情，如果梦会醒，就让我的心爱到彻底。是不是这条瓜？那个人在等我，等我，我快来了，我快来了。你倒在我面前很久了，好，我马上去。小明也是四处跑哎、欸，嗨，小明，没听到，是不是太远了？像这个游戏里面那件语音呢？他那个有点就是距离的、欸、就是你远一点也听不太到这样子。我以前玩阿玛三的时候还要去拿油枪、啊、然后还有油管、欸、然后还要插进去车子的油洞里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准备回店里补货了、哦、自己的店自己补。你看连安全帽也要自己选才会戴起来，其实 这一点就是飞分也没有这样子，没办法啦，很特别。哎、欸、他不见啦，装死哦。万泽不见了。好，各位，那我要补货了。我保险柜现在5000多，还够叫货，我们就直接就。然后你也可以查询你追踪的这个进度，这样子。好，我们赶快去吧，不然等一下别人抢了，我要多付薪水给他了。不管你做什么生意，都要开源节流，你才会赚钱啊。省一分钱，你就多了别人一分钱。那个隔壁的 7-Eleven， 对不对？我们一定要做赢他，全家。最有温暖的是吧？翘骨哎，忘记戴安全帽，各位千万要戴安全帽，不要忘记了，这样比较真实啊。不然你总不能说你在什么地方，人家跟你说，哎、欸，你店没有货了，打电话这样子。我觉得还是要有这个机制会比较好玩一点点，你才会回来你的店啊，不然你永远都不会回来你的店。有没有考虑开大公司哦？没有，我比较喜欢开这种干妈店，因为开这种干妈店，我就可以站在那边跟他们拉低赛。而且又可以赚钱，何乐不为呢？是不是？啊，开大公司的话，如果底下员工不听你的话，对不对？搞叛变，搞垄断，你就不用开公司了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自己的订单自己捡。那因为这个是那个我们跟人家租的车嘛，这种车子就是甲地租乙地还，所以你就放着，他们就自己会还啦。你不要给人家锁起来就好了，锁起来别人不能骑。你已经把它加满油。哦哦哦，下大雨了，快快快！快快快！感觉快要台风天了，台风天快要来了，我们就是要补货，多补一点泡面、水跟汉堡，这样子大家走下来就可以买了，很方便。好来，这个工作给我们服务，各位有没有？你有申请的话，他就会表示说，刚刚有人有请求了，全家就是你家来。那我们现在就开着这一台，好、哦，那这里就是一个物流公司，因为就是会有很多人把货寄在这边。在这边，然后你就是去前面的那个门口呢，把货装载到你的货柜里面，然后这样子你就可以补充到全家就是你家了。好，来，各位，我们要把货物给存进来啊、哦！噔噔噔，装货中。OK， 好了，然后现在他已经有说已经装载成功了，那我们就要把这台车开回去我们的全家就是你家。祝你上天留着蜻蜓。玻璃瓶里装满小小，好，这样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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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游戏会地震吗？不会耶，不会，没有到那么真实啊，没有到那么真实。这样没有很真实哦，就真的在送货这样子的感觉。哇，这个雷打得很大呢！快快快快快，台风天还要送物流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我们赶快走吧。希望。下一次你就可以来全家就是你家买泡面了啊！好，各位就是这边了啊、哦！你们有看到前面有一个红点，那个就是我们要进去的啊、哦！各位，你知道卸货人家不是直接给他车头插进去啊，要 RP 一点啊，你要慢慢的撸轨哦。一，怎么这样？这样看啊，这边看不到，镜子看不到。来了，进货了，进货了。这个时候像我之前哦，之前我自己在玩的时候，然后我看有人送过来了，我都会跑去门口说，哎，司机辛苦了，司机辛苦了，让你跑这么远辛苦了，感谢感谢，我都会这样子。然后他们就说，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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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应该的应该的、啊、有了，再补了，有没有？卸货中。好了，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把车开回码头领薪水。这不业配啦，不业配啦，我下面念刚刚是业配，如果是业配就不会是这样子说了。
如果是业配会变成另外一个声音。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晚上好。今天呢，我要来为这个线路 RP 业配一波。今天玩的这个呢，是一个全新平台 Rage 平台的 Roleplay 游戏啊，在这里面你可以体验到以往不一样的感觉，让你在里面交到最好的朋友，体验到最佳的生活体验。知不知道啊？业配会这样子讲啊，不会说靠腰啊，在干啥呢？不会这样子 ，You know？有呢嘞，所以你们看我都没来接业配，因为 我很少用这样的声音讲话。哎，来来，开玩笑啦，没有业配啦，其实没有在业配。我会想要来玩这个，顺便介绍给大家看，是因为我真的蛮喜欢这种角色扮演的游戏啊，就加上它的这些机制真的做得还不错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如果是我都说各位观众今天业配啊，业配啊，其实一直都有业配，但是。我觉得接业配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，除非是你真的好喜欢的游戏，你真的觉得哦，我玩这个应该连我自己都会喜欢那种的话，我就会接了。不然，其实有一些都是你接了啊，结果你也不玩的，然后观众也不愿意看啊，结果你又被厂商 murmur 的那一种，你就会觉得那我接这个业配要干嘛，对不对？最好还是接你自己喜欢，真的觉得不错的，然后你自己喜欢玩啊。你人家观众一定也感觉出来，哇！你喜欢玩这个游戏，我觉得我好像还玩蛮不错的，就跟着你去玩这样。有人找你业配过吗？当然有啊，飙酷车神啊，模拟市民啊，对不对？这都是我业配的耶。那为什么我会接飙酷车神？因为我很喜欢环岛啊。你看我们光飙酷车神环岛有十次吧？有方向灯有哎，有方向灯，也有双黄灯。都可以，对，只是这个目前灯还没有同步，所以灯有同步的话，哦，还有卡通频道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好，来，各位，我们来卸载，你们看，这样就可以赚钱了。噔啦，赚2500，你花4000块找司机，赚2500，成本只要1500，是不是非常划算？好，各位，那我们回去啦，准备把店打开，大家就可以赶快来这个。来买货了，好不好？来买货了，好，可以的，各位，我们今天算蛮成功的啦哈，下次再来换衣服好了。啊，安全帽，对，没有你提醒我都忘了，其实我自己在玩的时候会开广播电台哦，他那个广播电台我等一下最后示范给你们看。你如果一个人独自工作，你也不用觉得说会边缘，因为你可以有听到广播的声音，外面淋着这个慢慢的细雨，但却在车子里面可以听到不一样的歌曲，心里面。就不会那么的崎岖。哇塞，各位，你看我三压呢，我擅长什么乐器哦？就我主要是教吉他跟乌克丽丽啦，对啦，啊都没有很擅长啊，都是误人子弟的那一种。嗯，这里怎么？哇塞，冲阿伟啊！哇哦！不好意思啊，天雨路滑，你小心啊你。你看到那边有人在打劫？对啊，那个我都不敢过去，先赶快逃。要不要报一下警？帮别人报一下警？你要报吗？帮忙报警啊！帮我们偷溜过去看看，感觉好危险哦。我们还是不要惹麻烦好了。这个现在这种天气，感觉台风快来了，我们还是赶快回家避难吧。好吧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啊！管他去死了，走吧。对呀、啊，拜拜哦，各位就这样啊。你看，有时候遇到人就是这样聊聊天，很好玩的。你一直工作其实也很孤独，对不对？不要去看啊，拿散弹枪很恐怖哎。我们是一个生意人呢，不要去做那种淌浑水的事情。耶、yeah!。赶快有钱要先领出来，不然都会被，就算钱不多，我还是要领，不然都会被抢光，很烦哎、欸。我都会先测试看看到底有没有卖掉这样子，所以我都会买个汉堡，确定左上角有显示出哦，你已经有卖出去了，要买个水，这样子。OK， 好，最后呢，来给大家看一下开广播的感觉，没有有没有请员工，我都自己来、欸，我都自己来、欸。哎，我的车头不见了！如果各位你们的车哦停在外面，不晓得跑去哪里了，你可以按 F5， 然后它这边就会显示出你的车在哪里，然后你可以直接按定位，
他就会告诉你车在哪里。啊，怎么跑去那边了？这么远哦？那我们去骑摩托车一下。没有没有，车不是被偷啦，他会以你最后向你按 O， 有一个，这是因为是租的车没有，你如果按 O 有一个停车，你最后停的那个地方就会跑到那边。给我升级了 ，level up 了，五级了，五级了，是不是五级就可以抢银行了？好，来了来了。好，各位你们看啊、哦，我按 O， 有没有有一个停车？你如果停在这边，就记录就会在这里哦。那我们开一下广播电台，我都听 Hit Fan。你看我们这样开哦，你会觉得说好像听不太到歌的声音，但是你知道，毕竟你要模拟现实嘛，你就回到第一人称，有没有？很有那种真的开在这个都市，然后听着歌的感觉，很棒吧？下车的人就听不到了，但是如果跟着你一起坐车的人，他也会听到你在听什么广播，很棒哦。这边有卖一个音响，就是可以变成拿手提的音响出来。然后假设你今天可能要来这边钓鱼的话，比较无聊嘛，因为只有海参嘛。但是你把那个音响拿出来放在地上，你就可以放起来。好，那我们去海边，顺便占地盘。哦，下次好好好，我们总是留一点点精彩的东西给大家看，好不好？今天呢，大致上就先玩到这边，感谢大家收看啦。那我们之后会再继续介绍一些相关的新的资讯给大家看。如果喜欢影片，喜欢我的频道，也记得帮我按个赞，按个订阅，随时按下小铃铛，追踪我最新动态。我们下次新路RP再见，大家拜拜。